两家跑着可能套圈来了。没多少了。哎，咱们是黑西装是吧？黑西装带这个。我有点后悔跟你演出了，我就。我也想删。我凭什么？这个大家伙都喜欢我们德云社啊，其实大家伙都对我们德云社来说呢有一定的了解，也很熟悉。德云社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。哦，就传统得了，咱俩穿成这样像传统文化吗？传统文化也有穿成这样啊，穿西装的也有，变魔术什么的都是啊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但是现在在整个娱乐圈来说，怎么着，对我们德云社的定义并不止相声。哦，不只是相声，哎，对，也可能我们是上货的，也对，对，我们跑这儿收小商品的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啊，我们德云社应该称得上是全亚洲最大的男子天团。啊，稍等啊，各位啊，是大伙儿是认可的，但是作为演员，我不太认可。你怎么又不认可呀？我觉得咱们男子天团这种词儿，对咱们传统艺术来说，这不挨着呀？这怎么不挨着呀？咱们怎么会是男子天团呢？还有女的吗？咱单位没女的，有吗？啊，娘们唧唧都不算啊，娘们唧唧不算。你说岳云鹏那不算，是不是？咱没有女同志，咱都是男的演员呀，咱们都是，全都是男的啊。人多不多呀？人挺多的呀。最大的男子天团有毛病吗？但是一般叫男子天团都是人网上那种什么什么这个组合呀那个组合，人家是男子天团啊，咱这一个长得歪瓜裂枣的，咱能当男子天团？那是你长得歪瓜裂枣啊。不是不是，咱们这会儿咱别较劲，咱就说这意思。你的眼睛里边是不是都不是戴的美瞳，都戴的滤镜，是不是？你都戴的不是，我就说这意思，干嘛非得这么说呢？这么说显得大气呀。哦，咱德云社就彻底大气了吗？当然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你当然不能叫德云社了。那怎么着？名字也得改，咱们单位的名还得改。当然了。真的假的？就叫 DYS。 你怎么DYS 是个什么鬼？德云社呀，缩写嘛， DYS 嘛。嗨，全球知名度最高的是德云社三个字，你这改成 DYS 行吗？洋气呀，我的微博名字都改了，烧饼 DYS。 你别闹了，你那不是烧饼第一骚的意思吗？你拿我玩笑，观众都知道第一骚烧饼是挺味儿的。什么时候都给我们就开除了哟。不是，咱就说这意思，就非得 DYS。 当然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演员没变就行。演员也得改呀。演员怎么改呀？郭德纲也不能叫郭德纲了，那叫什么？季地季。郭德纲叫季什么？季地季。那你直接叫 GDP 多好，那多好记呀。这人说话就没有根据了。怎么了？郭德纲叫季地季啊。GDP 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还有不叫郭德屁？哎，等会儿。这别说，容易开除，这对不对？这个说不了怎么啊，就是郭德屁，不是不是那个，对 ，GDP 不是 GDG， 就郭德。那于谦呢 ？YQ 啊，这也得改。对，哎，我曹鹤阳 CHY， 哦，这个不好记啊。哎，烧饼，烧饼不用改，这个名字很好记。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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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哎，不礼貌了啊，不礼貌了。是谁不礼貌了？我们都改了，你也得改。德云社未来50年就活你身上了，就这名字你就火了，就这么就这么就得改，改吧大伙儿。这玩意儿能改了，以后也甭叫烧饼了，哎，就管我叫什么，就叫，就是大家都打你仨法子，对不对？那行，那咱俩以后还是组合吗？组合，组合，组合。那咱俩还是搭档，搭档，搭档，搭档。那行，那行，火了。那以后咱俩出场的时候，人家报幕就报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 SB 曹鹤阳。对。哎呀，果然是火的呀！干嘛呢？算算算，火了，火了。不是，要不你别这么报了，你别这么报，这么报好像显得我太不值钱了，是不是？那先报你，哎，也行。曹鹤阳 SB， 就掉一个哪行去呀？你别改了，你看你改叫披萨合适不合适？别说话有点玩笑，你也玩笑，那你凭什么让我们都改，你不改呀？我改了，我是为了带你上国外去发展。咱们去国外发展？当然了，上哪儿啊？哪儿不行？全亚洲，美国啊？去过美国？去过美国吗？演出时候去过，演出时候去。你是以什么身份去的？相声演员。演员，改回去。No。你是
是不是该拿牙签剔剔牙了？你怎么这样？怎么的？没事，我就说看挺清楚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到国外你得是那个偶像明星。哦，咱还得偶像，别了，看人家看咱没呕吐就不错了，还偶像明星？有说叫呕吐明星的吗？咱们就可以来这先河呀，咱们见着你先吐。不是，咱就说这意思，你也坐着一帮大肚子是吗？那看不看见我，他们也吐可能。那不行，得说咱得是偶像明星，偶像就跟人家那个什么叫这什么练习生是那个意思吗？对，就人家怎么形容这个词儿叫什么啊？当红炸个鸡，什么东西？什么当红炸个鸡呀、啊？当红炸个鸡，我没听过这词儿，我没听过，不懂不懂，我红到一定程度就当炸了。哎呦，当红那跑哪儿了？那是当红了。明白，我净这歪理邪说，净这不是，咱就说，你说咱们去当偶像去了啊？那咱说相声吗？咱别说相声了，那挣钱挣多快啊！那玩意儿，别呀，到时候不少代言都找你。这代言？对，代言什么？我比如说你啊，代言一个洁厕灵。我是我拿洁厕灵漱口，你给我躲开！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代言洁厕灵？给你300万，代言不代言？代喝都行，喝都行。哎，这我皮揣好，我一套我这喝完，我拿它再捅出来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哎，这我下太爽。刷厕所那刷子，兜里是不是以后牙刷我就用那个了？就说你这个看到我这什么明星？这是一个洁厕明星，洁厕我够干净的，我不是就诸如此类，就是代言。挣钱不挣钱是的，你想的事情那是成名以后，咱刚到人家那儿得学习才行，按照人家那套流程，就跟咱小时候学艺绕口令叭叭的给人说，怎么得？咱现在咱这说相声，咱这不算才艺吗？算才艺，但人家不考这个呀。考什么呀？人家有那个什么像入学考试似的明星，人一来了，人让你展示个才艺，你给人说相声？你别说相声啊，那不咱俩到那，咱俩就不能以一个传统艺人的身份出现了。那咱怎么的？咱俩得是现代化的艺人啊，就得穿的呲儿啪的啊，就西服。对，哎，那还没说，咱给人演什么呀？演，咱又不能演相声，那演什么？咱就得说唱，说唱 rap。哎，这个我还差点，你行吗？这个，哎呦，你也不看看咱是从哪儿来的？从哪儿来的？咱是从东北来的。啊，对，是东北人，我累得多呀。那你给大伙演一什么呢？我给大家伙演一个东北当地的 rap。 什么呀？你不能唱。对对对，人家观众知道了。哦，擦皮鞋哦。你还会擦皮鞋？但是我这擦皮鞋不是像你们想的，人家就是东北的方言 rap。 方言 rap 我以为那个四川的那个踹踹吧，这我不太懂啊，这我都不懂。你不会？但是二人转这个东西我接触过，这个擦皮鞋我倒听过。但是你这个你就按人家那原封不动唱，咱自己编词儿 啊，自己改。人家现在不都讲那个 freestyle 吗？啊 ，freestyle 现编现唱。咱也惦记跟他们对抗一下，哦，对不对？咱也在跟那个对抗一下。那您这玩意儿有什么特色呀？您这当然有特色了啊，现场气氛好啊，哦，气氛烘托的好。当然了，哦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还有就是咱这词儿现编的，哦，现编的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就是擦着啊，只要观众说不亮，不亮，演员还得有词儿。啊，就是说这个鞋我擦的不亮，就还得再编，还得再唱。对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人一般那个说唱歌手行吗？啊，肯定是没有。行，那给大伙来一个，就当现在是预习考试了，大伙看看行不行？来一个，就我一人，干什么意思？擦皮鞋得俩人啊，你不跟我出挣钱去啊？对对，我还有洁厕灵的广告呢。对，你就以后就说相声了？不，代言费呀。可以，那我跟你一块儿，咱俩得一块儿擦呀。但具体的词儿得你唱。那当然了，我就给你配合。您主要是为了烘托气氛。行，没问题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我这个擦鞋布是不是小了点？没事，你擦小皮鞋呀。小皮鞋，给人穿小鞋去，对不对？给人穿小鞋，当然了，好吧。那咱们还有前奏什么的吗？得有前奏，咱要有谱子就有前奏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还值钱呢，我跟你说吧。好，我开始啊。那咱们按照那个这个老调走是吧？按照老调走。你起个调我听听。怎么没唱就要吐了？是怎么着？行，你说一个我听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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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就这调是吧？哎，行，来开始啊，来看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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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亮。唱个屁呀！怎么了？我还没擦呢就不亮。你不说不亮，你就接着唱吗？
你先得等我唱完一段儿啊，您再说亮不亮。好，再唱来一段儿吧。好，行，好。对，来，好，你得有机会。来擦，好，给你擦。我还真没擦过这个。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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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不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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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唱儿啊。您这是烘托气氛吧？不是我这不，您这不纯搅和吗？我还不能捣乱。当然不，咱俩是组合搭。行行，组合组，就我这站在你后边那个，不是帅的，是这意思吗？您那是单色儿，往那儿跳舞的是吧？啊，行行好，我给您捏我这招牌，来，好好来，来啊，嗯，一起啊啊，好好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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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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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。我们坐在马路上，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。不论你是男，不论你是女，不论你是老头和少女，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说必摆动，这个两块一双来了。这个黑鞋油、白鞋油、棕色鞋油，什么都有。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啊，这个你说不亮还唱？这个走走东，穿着西，不是老弟我吹牛皮呀。这个老弟擦鞋去个时尚地巴黎，来找我擦鞋都是名模，全都是女帝，个个都有一米七，长得都挺直溜的，长脸的，圆眼的，个矮脑瓜带桃的，抽烟喝酒烫头的。啊，郭德纲于谦可没去，他们都是蕾丝带网的，穿的都挺凉快的，看得我鼻血流一地。其实我咋地没咋地，说必摆动啊，这个两块一双。对，这个黑鞋油、白鞋油、棕色鞋油什么都有，大家都来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这个你说不亮我还唱，从走过东咱往南，这个小桥流水很缠绵，无锡苏州是江南，夫子庙前卖玉圆，上海外滩灯光线，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有卖狗的，卖猫的，卖各种产品杂交的，刨坟的，掘墓的，古玩市场开店的，切墩的，炒菜的，离不开人家外卖的，买药的，卖哨的，医院门口卖号的，有卖水的，卖油的，找不着媳妇儿发愁的，结婚不能怀孕的，这个专治不孕不育的，要二胎，要不上帝，这个跑到国外代孕的，生了个孩子发愁的，一看他是雀黑的，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啊，这个你要不亮，我还能唱？唱。这个从江南上火车，啤酒白酒一满桌，红肠肝肠酒鸭脖，火车一开就喝，这个喝红的喝白的，皮的黄的喝洋的，这些个酒精喝下去，天旋地转没咋地，我冲了个大哥走过去，双臂摆动，我白给你擦一双，这个黑鞋油、白鞋油、棕色鞋油都抹够，我拿起了鞋刷摆双臂，这个刷毛飞了一满地，红红的鞋油往外流，擦的鞋油直冒油啊，这个大哥抱腿直嚷疼，兄弟我跟你没过节，你擦的时候没穿鞋，擦皮鞋，擦皮鞋，你说亮不亮？不亮。来，谁累谁知道，这个你说不亮我还能唱，唱双臂摆凳，我给你擦一口，给我擦，这个黑鞋油、白鞋油、棕色鞋油，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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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亮不亮？他们说不亮，来吧，来，谁要不亮谁上来，我给他擦一双来。来我。下不去了，下不去了，废话，唱唱半天一鼓掌都没有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赵明明，还有这方面的，不是 rap 的天才是吧？你当然，你这就说咱只能证明咱们这个节奏感情哦，这节奏感情对不对？当然上国外你不能跟人光唱这个，哎，这个说的对了，光唱这个这有点光着屁股做石头，怎么讲？以卵击石，哎，你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啊？以卵击石，对你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咱作为一个成熟的这个偶像艺人啊，练习生啊，是，咱到那儿咱出道。
好，咱也得出道。哦，有人讲的，得出了道了才能火，才能上电视，对，才能接代言，才能用马桶刷。哎，人家有过程。哦，出道，咱来说啥？咱得有一个成功的作品，成功的作品。哎，你有这作品吗？我有啊。你有？这当然有了。那你还是像擦皮鞋这种 rap 说唱吗？擦皮鞋已经成为过去的经典了，是吗？已经不能我证明我现在的实力了。那您什么实力现在？我现在就是正经的歌手。谁呀、啊？我。您得了，就您这个造型，正经歌手。我这个嗓音你没听出来吗？是不是正经歌手？你现在有点不相信是吗？这个不是我瞎说，人家正经的歌手，人家出去都特有范儿。咱们说相声，你看穿着西装出去，咱一个个也是这样的。你说，咱别穿西装，咱还这样，这玩意儿就不完了。这不都咱家领导带头全这样的吗？咱家领导穿西装也这样的吗？习惯了，机场出来走着，这为人谦卑，这是咱中华的传统美德。习惯，那你以后怎么？你以后说唱歌手去国外，越，你这行吗？这你这稍微你就得深沉一点，哦，深沉低沉，稍微你就得深沉一点啊。哎，这玩意儿这得看包装，看包装，人家都有团队。哎呦，你瞧瞧，都不是说光咱俩去就行，人家有一帮团队，后面跟一帮人。对啊，都得提着茶壶啊，弄水杯呀、啊，一个拿扇子给你扇着，是这意思？您这还是来北京干一溜班巨星啊，巨星，保镖啊，保镖，保镖，懂吗？啊，就戴墨镜那，你看就他们几个，人家也没戴墨镜啊，关键人家这哥几个，人家听相声比他们观众买票坐都近。就你甭管那个，就说你，那你怎么着？你给人唱啊，是跳啊，是来一个什么呀？有咱有时代的歌曲啊！啊，就刚才你跟我说，后头你跟我说了，咱回头带你玩去，就跟我说你要唱那歌，是不是？对，行，那你当时给大伙唱一个，听听来，现场，现场，行吗？行，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文言文啊改编的这个副歌特别难。文言文改编的副歌，对，特别哦，什么词儿？寓意特别好啊啊！发大财，发大财！歇会儿，发大财，这是文言文，你告诉我，这不大白话吗？这不观众心里边所想吗？啊，行，好，那你介绍，对不对？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跟我一起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跟我一起发大财，发财。饼哥带你发财，哦，饼哥带你发，就是你带大伙发大财，我带你发大财，我发，咱就出道，咱就挣钱了。对，行，唱吧，行吗？行吗？准备，咱就开始。大伙学会了，行吗？现场你给大伙唱一个，好不好？行，嗯啊，这个音响老师把那个音乐放一下。奔去欧洲、美国、加拿大，购买了两套房子、一套
想到效果这么好，咱怎么样？太好了，专不专业？是不是这么一上以后你就带